将有能力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高举耶稣的名。所以在我里面有一个能力，在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我们里面的比世上一切的能量更大，更有能力。所以我们常常要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，要学习以敬拜神为喜乐。所以常常的敬拜神，每一天要敬拜神，有没有？多少时间没有唱诗歌了？那个不太喜乐的人几乎都不唱诗歌的，那个说话言语比较消极的人几乎也不唱诗歌的。你看就知道，你问他最近唱什么诗歌，说没有没有。你会唱什么诗歌？我也不会唱。哎，很简单的，那个常常敬拜神的人就不会消极的，那常常敬拜神的人就很喜乐的，去哪里都是哈利路亚，哎，天天喜乐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，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应该的要做的。好了，现在最后我们讲六个果子，看看我们有几个做到，有几个没有做到啊？你看旁边的人，有没有人开始已经进入那种开始修行状态了？有没有？看看看看有没有？几乎没有啊，还好啊。那所以现在很重要了，果子。我只是看得见的，悔改，你说我悔改了，我悔改了，我悔改了，没人看得见的。而我只是怎么样看得见的？现在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第一个要有什么果子？福音的果子。那你知道吗？主天天都要看顾你。其实你有没有结果子？主天，我们讲说主天天都看顾你的意思。就是你天天做坏事，他也天天在看着你，对不对？你做的不好的时候，主也在天天看着你。为什么上帝没有打你几巴掌呢？为什么没有？就是因为神太有慈爱，他不忍心打你啊，他等着你回来，回来吧孩子，回来吧，他不忍心打你。所以主天天的他给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结出福音的果子。保罗说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什么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。刘牧师告诉我，刚刚在布达佩斯呢，他说如果我看见人能够讲得懂的话，不向他传福音，他说我骨头里面有一个火在烧啊，他的肩简直坐在那座位上坐不了了。哎，他真的是这样子的。前天晚上我回来了，他要坐回去的时候，有一批的德国人在那边，哇，他说气氛又来了，可以跟德国人讲的，他热火朝天，啊，继续跟他讲，他就是不讲要难受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火在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果子是结出来的福音的果子？有没有？今年圣诞节，去年圣诞节我们吃饭的人有890个人。可是今天坐在我们这里人大概有190个，有700个人都没有了。那这700人去哪里了？买饭票超过10张的人请举起手。在我们当中买饭票超过十张，举手，10张，一个两个三个10张。那现在你10张饭票的人在哪里？买饭票超过15张的人请举起手。超过15张的，哇！你又是你，哎，请注意啊、哦！买饭票多的人就说明你的负担更大、哦，那些来吃了饭的人都是你的责任啊、哦！你不要说叫我很便宜啊、哦，给10块钱买一张很合算的，又可以吃去货，又可以吃煮猪啊、哦！吃完之后要算账的哦，现在我开始算账了，我不找那些吃饭人算账，我找买票的人算账。你那些人去哪里了？你要把他抓回来。OK， 今年你买10张饭票，就一定要把10个人抓回来；你买5张饭票，一定要把5个人抓回来。这是你的工作，也是你的责任，这是你的果子。当然，年底说这个果子看不见，哈哈，下次就不卖给你10张了。这也很重要的，你叫人来吃饭很重要的，吃饭的目的就是要他怎么样结出果子，好不好？我鼓励在这里有买饭票请人来的，继续请他们来，没有关系的，礼拜天继续请他们来。虽然别的吃的更丰富，就是要属于那个话语了，好不好？
鼓励身边的人呢、啊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买放票越多的人当然是越好的了，不是不会惩罚你，而是说减你的负担，因为你的负担更重。那个少请的人可能负担少一点点，就是一定要把人带到什么教会里面来。这个是保罗，他对罗马的弟兄姊妹说，我每一次去的时候都希望从你们那里可以得一点果子，就是有人信主了。我每个礼拜都看见人信主了，教会就增长了，每个小组都看见人信主了就增长了，阿们。所以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要结这个果子，今年特别要结这个果子，悔改的人就一定会结出这个果子来，看见你悔改了，阿们。第二个就是生命的果子，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了，不是信耶稣怎么样，信主之后怎么样。你看中国有些广告，我们的减肥的广告有没有？你喝了我的减肥茶之前，肚子咕咕，喝完之后咕咕。这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区别？那个美容，你去韩国美容，去了之后脸上都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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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有，做完之后哇，漂亮，不知道谁买你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信耶稣之前，哎呀，抽烟，有喝酒，有打麻将，骂人，什么都来。信耶稣完之后还是喝酒、打麻将、骂人，那没改变嘛？生命的果子怎么样？结不出来，所以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在哥林多后书说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人力的果子。上帝把这个种子赐给我们，所以有很多时候其实不是靠自己的，传福音也好，生命的成长也好，不是靠自己的。你不需要过一个修行僧的生活，你只要单单仰望主，单单寻求主，我们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还有第三个，圣灵的果子，有没有人知道圣灵的果子？听过没有？听过，我们都听过，我们都听过。那圣灵的果子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没有几个人听听讲报不出来的。哦，我们年轻人讲，年轻人我刚刚讲完。几个礼拜之前刚讲完，上个礼拜刚上次刚讲完，圣灵的果子，年轻人，大声一点，一二三，哇，我看他们真的下了功夫了。我刚刚第一个礼拜跟他们讲完，哎，记住哦，这个念来，默默把它念出来就算了哦，还要怎么样？行出来，就是圣灵的果子是看得见的，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那你全部记的话，你可能记不住，记不住。我把它分成三种，你就记住了。第一个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这个是对上帝的、对神的，你就知道哦。对神的有三种，哪三种？和平 ，OK。第二种是对自己的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你不能说你这个人没有忍耐呀、啊，这个不能这么讲的。你是说我没有忍耐，我忍耐不够。我们常常说你不够忍耐，你不够恩慈，你不够良善，有没有？其实这个不是对别人说的，这个是对自己的。我要忍耐，一起说，我要忍耐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要恩慈，我要良善。这个是我对自己的。第三种就是对人的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对别人要有信实，要温柔，要有节制，这是对别人的。所以第三种就很清楚，一个一组是对神的，第二组是对自己的，第三组是对人的，你就会记得清清楚楚了。所以今年我们就可以活得明明